看起来很眼熟。这罐子以前装满了各种糖果，居然还在。喂，能听到吗？你是谁？我知道邦林在哪儿。你认识我姐姐？她人……我可以为你提供线索。冠，你需要帮我在云林找一件东西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村子最北边有你需要的东西。等你拿到它，我会再联系你的。你想找什么？喂，你还在吗？喂，最北边，我记得那里应该是村委会大楼。父亲的珍藏，有段时间他沉迷于研究历史。简单的童年快乐。
这表从买来就没走准过，作为装饰品还算不错。只有威力没有精度的土制猎枪，坏得很彻底。
果然是飞鸽派，当年为了学汽车摔过不知道多少次。果然是飞鸽派，当年为了学汽车摔过不知道多少次。
现在是24号晚上11点半，刚刚完成第一次夜间巡逻。这次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发现，大概在10:40左右，巡逻到村口时，我们看到山里有3个黑影闪过，但等我们想要追过去的时候，那些黑影却都已经消失不见了，速度前所未见的快。不过虽然只是一瞥，但我能肯定那绝对不是村长和谢伯他们说的野狼，毕竟那些东西都长了一对巨大的翅膀。细数这个混迹山林几十年的老猎人也没能找到相关的痕迹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决定把村里的铁门都锁起来。虽然每次进山都要去2楼取钥匙很麻烦，但至少这样足够安全。谁？我操！好枪，除了没有子弹外，简直完美。
好枪，除了没有子弹外，简直完美。好枪，除了没有子弹外，简直完美。
朝八啼，岁五七，半夜三更来偷鸡。我们七个做游戏，一把抓住周扒皮。周扒皮，岁五七，半夜三更来偷鸡。我们七个做游戏，一把抓住周扒皮。
周八提岁五七半夜